现在怎么样了？我已经托德胜镖局的人打听清楚了，韩志鹏，林毅人，有个相好叫刘春雨，是城北关刘记药铺掌柜的独生女，和龙庆杂技班的杜鹃是表姐妹，目前就在一班当管事。他果然有意中人，就算留住他的人。 也留不住他的心啊！那姑娘长得怎么样？那比这二当家您那是差了远了，就是一个农村妇女。您要实在不放心的话，您一句话，我保证不让这小娘们活到明天。你办事儿用用脑子，要让韩志鹏知道你杀了他，得跟我急呀。 高队长，哎，完了！你去拖一把窗户，方便吗？方便，来坐。想聊什么？高队长，你了解安藤家代吗？ 我们还是要小心。比如呢？报告，大哥，安庆帮的长百万来了。见。是。那你忙吧。反正我要说的都说完了，我今天就来谢谢你的。哎，不客气了，那我就不送您了。好，改天咱们再聊。 谢谢你啊！不用，让开！你干嘛去？你说我干嘛去？你知道你干嘛去？现在全山寨的人都在嚼你的舌头，你知道吗？谁敢嚼我舌头，我就割了他舌头。哥，你怎么就不能见我点好呢？你是不是我亲哥呀？我除掉他才是为了你好。 你是咋的啊？他就是长得像小李，那他根本就不是。我当他是，我就算是块石头，我都能给他捂住了。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中邪了你？啊？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他跟咱不是一路，就是有一天跟了你，他也不可能真心对你的。我不管，就是现在谁都不能动他，尤其是你。对，就是你。 哎呦，臭丫头，你气死我了！你给我等着！我等着。你等着啊！我等着。你倒是把我气死了！
高队长来了，快请坐，请坐。陈帮主，终于见着面了啊！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哎呀，丰盛啊！小意思，都是小意思，不成敬意。高队长真是大人大量啊，能给我一个赔罪的机会，盛金真是感激不尽啊。就连我这小小的茶庄也跟着蓬荜生辉呀、啊。听这话说的我都听不下去了。凌一城安青帮掌控着一半的商贸生意，小小的一个茶庄，咱就别提了吧。你们安青帮的老大是谁啊？没关系，我就是觉得这样的一个盛宴为什么不给我引荐一下。怎么走高队长，有您这句话，我钱某就放心了。严心儿，来伺候高队长喝酒。怎么喝来着？要吸一下是吧？太麻烦了。三个。严心，滚开！老子戴绿帽，老子宰了你这个臭娘们！谁他妈在这撒野啊？找死啊！高队长。肯定是哪个酒蒙子喝多了来闹事儿，我先出去看看，您先慢用啊。严心儿，伺候好高队长。啊，在我的地盘闹事儿，这外面那是什么人啊？喊你名字，你认识的，相好的。